今天是5月23号，然后我们学校下礼拜要举办，叫做毕业展览，所以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弄毕业制作的东西，然后这个、我很喜欢喝这个酥包，住台湾4年，我一直以为这个里面也是绿色的，但是里面好像是透明的。对，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我们要来印我们的蛋。这个是什么？是颜料，然后它是热固型颜料，它遇到热它就会附着在植物的表面，那个袋子上面，对，会印上去。然后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墨会透得过去，然后深色的部分墨透不过去，所以颜料就会透过去，然后印在脸上的。我讲好了。等下印的时候，就是袋子，然后这是一个板，里面要垫一个板子，才不会凹凸不平。就继续。然后我这边有一个，一个组员、我们是3个人一组，对。他是韩国人。我们今天要印的这么多很多袋子，这个袋子帆布袋，台湾制造的，印上去这个上面。对，怎么了？没事没事没事，装反了。啊，黄的，黄的就毁了，那就重新。那我们用什么颜色？对对 ，navy navy blue， 它的颜色长这样。对，我们就先挖一点颜色放在这个上面，然后等一下我印的时候你要把它压紧，好，不要沾到土哦。然后越只能多不能少。要很紧哦。继续压着。哦，好可爱哦！可爱耶！我们应该印2次就够了，刚刚。这个、很感动吧？真的很感动。我们现在要去吃饭，吃饭去永康街吃。吃什么？是麻醉坊。麻醉坊卖烧烤的。烧烤还有还有那个是你常去的地方？哦，我蛮常去的，它还蛮好吃的，而且又离学校很近。哪能这么难的？啊？哪能这么难？不发呀？哪能这么难？不发呀？这什么意思？我是台湾欧巴。那日本呢？나는일본오빠야나는일본오빠나는일본오빠야아아아这是我，或者是担担面，担担面原味担担面。这个、上面有香菜，最讨厌的香菜。啊，是吗？什么？什么？いただきますね。韩文。잘먹겠습니다잘먹겠습니다맛있어요맛있어요这个叫什么叫做葱烧鸡肉串南北不会觉得想喝酒吗？有点想。哈。嗯。头发。哎。现在我先确定一下。
的旁边抽那边。哦，真的？哦，真的。再让我再一次啊。可以吗？应该成功，成功。哎，袋子，说，好累啊！当小提琴很可爱哦，这个有一点模糊，模糊的硬坏了，可惜。可是我们做了很多。好了吗？안녕。那我们这个下礼拜开始就是我们的闭展，5月29号到6月12号，11号，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东西。안녕안녕。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天是5月29，我们展览开始的第一天，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哪里？现在要去拿那个我们的是一个板子，我们去搬东西。搬东西，蚯蚓。我。这里是师大美术馆。美术馆长得很特别。我们做的风格就是比较文青吗？文青，嗯，文青比较可爱一点。嗯，然后我们的故障时间是6月9号跟10号。九号是早上吗？对，早上有心理学。哎、欸，我们有卖很多东西，卡片、帆布袋可以，这个贴纸、胶带，还有 T 恤、衣服。辛苦了，辛苦了。所以有兴趣的人来看看我们的东西，很疗愈哦。那就今天就到这里，拜拜。